友，现在我们有一位修行观音法门的朋友，他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修行的体验。请郭志涛先生。有请郭志涛先生。大家好。你们好。我姓郭，叫志涛。我姓郭，叫志涛。今晚我希望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一些关于我的经验和一些的体验。我希望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修行的经验和体验。其实我认识师父的经过可以说得上是因为贪心所驱使的。其实呢，我认识师父的经过是因为贪心所驱使的。基于当时我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因为移民加拿大，他留下了一本师父的样书。因为当时呢，我一位比较要好的朋友，他移民去加拿大，留下了一本师父的样书。在样书里面，师父提及到每个人都可以立即开悟，同埋呢观音法门的好处。在样书里面呢，师父提及到他修行观音法门对每个人都有的好处。我当时想，咦，试一试都无妨啊，因为反正观音法门所要求的好似是很简单的事。我当时想呢，我试一试都无妨啊，因为观音法门对我们承诺的好处都是很好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好像上书上面所讲，如果我们印心之后，我们马上可以顿悟，同时间呢可以马上都体验到这个超世界的光和音。正如样书上面所说的，我们印心之后呢，我便可以马上顿悟，并可以体验到超世界的光和音。所以当日我马上在 office 里面打个电话回家跟我太太说。所以当时呢，我就在办公室里面打一个电话回家给我太太。喂，有着数吧，不如一起试试学下打坐，反正如果不能够顿悟或者货不对版的话，我们再重新饮酒食肉都不迟。哦，划得来啊，一起我们去试试看吧，反正我们不能顿悟的话呢，或者货不对半，我们再重新吃肉喝酒也不迟啊。但是当我和我太太第一次打坐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很奇特但是又不相同的体验。可是当我们第一次打坐的时候，我和我的太太就已经有了一些奇特而又不相同的体验。我心想今次真的找啱了。我心里想这次真的是找对了。因为我要所付出的是这么少，而所获得的呢是将会这么多，那我还等什么呢？因为我所需要付出的是那么少，而回报的却是那么大，那么我还等什么呢？好像我当时最大的困扰是怎样去放弃从前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同埋呢去利用余下来的时间呢去接受同埋学习一些好的正面的生活模式。当时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怎么样去放弃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而利用余下的数十载去接受以及学习一些好的正面的生活模式呢？在印心之前可能大家都一样很少关心别人。在印心之前可能大家都一样很少关心别人。人家的事情由得人家去搞咯，你来做什么？是不是正所谓国家自扫门前雪啊？别人的事情就由别人去处理吧，关心他们 做什么呢？正所谓个人自扫门前雪。但是自从我跟从师父之后，我慢慢发觉到我的生活起了莫名的变化。但是自从我跟随师父之后，我慢慢地发觉到我的生活起了一些莫名的变化。我对身边的人慢慢地关心起来。我对身边的人慢慢地关心起来。帮助朋友的时候亦都不会再好像以前那么斤斤计较。帮助朋友的时候呢，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斤斤计较。原来用爱心去关怀别人是会慢慢会学得到的，是了解和欣赏其他人的。原来用爱心去关怀别人是会慢慢学习到去了解和欣赏别人。总括来讲，
觀呢？我就沒有以前的執著和自我。總的來說，我沒有以前的執著和自我。好，請大家給他鼓掌，歡迎師父的來臨。师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正有一位同修在和大家分享大家的他的体验。好了，我咁我快少少。咁我开始修行之后咧，我越嚟越觉得一样嘢，喺人生嘅几十年里面，难道就全部系为咗吃喝玩乐工作，然后等死咩？咁样动物都识啦。修行之后呢，我深深地发觉，人生几十年难道就是为了吃喝玩乐工作而已吗？难道就这样等死吗？这样的话动物也会了。人类是万物之灵，是在于我们懂得去思考和去选择。人类是万物之灵，主要在于我们懂得思考和懂得选择。我们应该要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生是为了了解我们伟大的本性而来。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这一生我们是为了了解我们伟大的本性而来。学习这个世界的东西，有这个世界的老师教导。学习这个世界的东西，是有这个世界的老师教导。但是学习超世界的东西，我们就需要名师的支持。但是学习超世界的东西，我们是需要名师去指引。好像圣经曾经记载过，耶稣说唯有经过我，你们才可以认识天父。正如圣经中间所记载，耶稣说唯有经过我，你们才能认识天父。其实名师就是上帝的代表，而基督是上帝的力量，所以说名师也是上帝的力量，唯有信靠他，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其实名师就是上帝的代表，基督是上帝的力量，所以说名师也是上帝的力量，唯有信靠他，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各位，名师就在我们的眼前，大家朋友不要再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各位，名师就在我们眼前，朋友们请不要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等我们跟随在世名师一起去遨游一个超世界的奥妙。让我们跟随在世名师一起去遨游超世界的奥妙吧。多谢师父。我们期待已久的时间始终到了，就是青海无上师和我们演讲，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青海无上师。我们期待已久的时间到了，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青海无上师。大家好，你们两位漂亮的小姐都讲中文，大概要逼我讲中文哈。讲中文哈，那这些菩萨不懂中文怎么办呢？有耳机吗？够 ，OK， 好，啊，谢谢大家来看我一眼。有一些很远来哈，是吗？有一些大陆同修也是很远来哈。谢谢香港师姐们、师兄们，今天准备这么好。
哎，姐妹，这边大概是同志们的啊，同志们大家好。我们所有的世界最快乐的情况、最快乐的时刻，不会比得上我们在静静的时候找到自己本人的内心，找到自己本人的那个跟万物同一体的力量。所以自古以来修行的人，他们不管在任何情况啊，就很快乐。因为世界的东西不管是多漂亮多宝贝，也不可以永久满足我们内在的渴望。我们内在的渴望也不是为了自己本性渴望啊，就是我们头脑也会渴望。因为今天比方说我们的头脑今天喜欢这样，明天他看到别的东西更好，他也会喜欢，然后他拿不到他也会很懊恼。不要说自己灵魂懊恼，跟我们头脑也是很懊恼。不管你给他多少东西，他永久不会满足。因为他不满足，所以他会带来给我们很多麻烦。好了，同志，同志们，等一下，我讲中你们的内心啊，知道了，我们都一样嘛，我也是了解啊，因为我头脑是一样啊，所以我不让他骗了啊，我给他东西吃，给他好东西喝，给他漂亮衣服穿，这样够了，然后别的是要为了修行而花时间。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一直要求这个世界物质的东西，不管多少也没满足了。今天穿这个衣服漂亮喜欢，明天看别的衣服更漂亮也喜欢，然后拿不到的话也很懊恼，所以一天到晚追求永久不会满足。不过修行的人他为什么什么都没有他也会满足呢？他有也好啊，他不会说我是为了一定要当贫穷的人才是上修行的人，他不会执着贫穷的情况，他也不会执着那个什么富有的情况啊，怎么样都好，因为修行的人很自在嘛啊。不过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自己本人的内心的话，不管什么富有，当国王也好，当总统也好，当什么最有权威的人也好，不会真正的天天的快乐。因为不快乐，所以一天到晚去求要求别的东西啊，找这个啊好一点点，等一下又不够，又再找别的，所以又去有时候又奋斗，要打架，要打仗，要竞争，要嫉妒啊，要做很多对自己良心有时候不安稳，为了认为我们做这样子，我们有那样子，我们有这个东西我们会快乐，然后我们也知道等一下也不快乐。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我们说他这么坏，这个人好霸道，他已经很有权力了，他还要更抓权，他已经那么有钱了，他还要拼命的要骗人家赚更多钱，他已经有那么多太太了，他还要有几个等等，我们也不要怪他们，因为他们心里很空很空虚的，才这样子对外那么抓求。如果他心里满足，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像耶稣基督，像很多 所有伟大的名师经过我们地球以前的，或是以后的，或是现在的，他们就不会这样这么狩猎，不会这样子这么痛苦。这些抓权抓钱啊抓利的人啊，你们更可怜他才对，因为他真的很可怜。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有很多东西破，他真的是很 empty 的一个人，很空虚的一个人。你看佛祖释迦牟尼佛，他有整个国家，他是国王的，他可什么都有，不过他什么都不要啊，因为他自己太快乐了，他不用，因为他真正的快乐。我们对世界的，有时候我们如果当世界的人，如果很贫穷的，我们受不了，有时候觉得很痛苦。不过他是最贫穷的，释迦牟尼佛以这情况来讲，他是最痛苦，他什么都没有。不过他是最快乐，因为他最快乐，他也能够带来给别人快乐。这些人像佛祖、像耶稣，才是真正的富有。我们人呢，要当跟他一样的富有，也不是很难啊。我已经做过了，觉得很容易。我那么小小的人可以做，这么对我也是容易，对我们更容易，因为你们更伟大，更有些更胖、更大、更高。做更快，要认识自己本心，不需要钱，不需要权力，不需要当特殊的人物，就是当你自己那个就行了。因为我们就有佛在心嘛，佛在心怎么找不到？你们觉得奇不奇怪？奇不奇怪？奇怪哈，因为我们都是认为我们自己是人嘛，然后一天到晚做人的工作，想人的想法，为了人这身体奋斗，花很多时间，啊，忘记自己是佛，才这样子。有一个人点一点，给我们知道在哪里，记得自己本人就是有佛心，记得本人就有天国在内，就很容易了。没有什么很复杂，没什么神秘的事情，我们本来就有那个东西啊。放过来这样子就人，放过去就佛了。注意力放在里面的佛心，我们就会记得我们是佛。再往外面再放，在这世界四周围，注意他那个世界的东西，我们就会再来变世界的人，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很多同修啦，修行了以后得到利益嘛，就知道了，知道这个世界也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的造化的能力造出来，我们通通都一样，通通都游泳生活在这个佛性里面，在这个上帝的爱力里面，我们通通都平等。所以我们要想找到自己最伟大的本人啊，是应该的，不然的话，即使有人给我们钱，即使我们娶到很漂亮的太太、很好看的先生，我们心里不会满足的，因为我们心里是佛，我们心里是上帝的一部分，跟上帝同一体的，所有的小的还有无常的东西，不可能满足我们这种伟大的内心。任何的战争啊，任何的争夺啊，任何的误会，任何的仇恨，任何的痛苦，在这个世界不是谁带来给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本性的缘故。我们了解本性了以后，人对我们怎么样无所谓，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爱他，很爱大家，他对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会仇恨，因为我们活这个世界 OK fine， 我们不能活的话我们去涅槃更好，所以人家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的可以伤害我们的，因为我们本来不在意这个无常的生活了啦。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仇恨才消失，不用一天到晚说我想爱我的隔壁，自然就爱了。不想说，不用一天到晚说我原谅我的敌人，我本来就没有敌人了，心里都很自在通融，很空宽，可以容纳所有的情况，好坏
对我们都很通融的。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自己佛性，没有找到自己本人的伟大的，我们一天到晚还认为我们自己是人的，还是自己这个身体的话，我们想爱隔壁很困难，我们想容量敌人或是对我们伤害的人很困难，因为我们还认为他是他，我是我，他伤害我，伤害我。不过我们了解了万物同一体了以后，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本来没有分别。那个时候连 一个概念仇恨也没有的，不知道仇恨是什么，满身满心充满爱力，对谁都是跟对自己一样，因为本来了解我就是他了，没有我没有他就对了。所以佛祖才这么慈悲，耶稣基督他可以容量别人没有问题，人家对他那么不好，让他那么痛苦，他还是求上帝、求父、我们的父亲原谅他们、祝福他们。只有圣人才能这样子做，只有佛、耶稣、基督才能这样子做，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他们自己伟大的地方。他们已经知道他跟万物同一体，所以谁伤害他，就是因为那个人还不懂。就是像有时候我们全身都很漂亮，就不小心有时候手弄伤一个手指，或是弄伤一个地方，那个弄伤的地方，他一天到晚吵闹我们，很痛苦，让我们睡不着，吃不下。那我们不能为了他痛苦把那个刀子把他砍一刀两断吗？不是啊，他不小心弄伤嘛，他也是我们其中一部分的身体，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医疗好，因为他是我的部分，其中一部分。同样我们了解自己本性了以后，所有的人对我们不好，我们更可怜他，更要想办法安慰他，想办法感化他，让他舒服，让他变成健康快乐。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呢受伤的手指一样这么照顾，因为他好了以后我们也好，他是我们的东西嘛。所以要爱敌人是很容易，要找到佛性了以后什么都容易，住在皇宫也很快乐，住在帐篷里面也很快乐，有钱很舒服，没钱很舒服，做漂亮的衣服很舒服，没有穿漂亮的衣服也很舒服，什么都不会动摇我们的内心。哦，谢谢。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跟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幻想，我们应该自己找本人，才能够永恒知道涅槃。耶稣基督才叫我们放我们，把我们的，他说我们的那个宝藏不是在这个世界，而在天堂，永久的天堂。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来这边也为了找自己的伟大的地方，不是来找这个人让他觉得他伟大，是找自己伟大的。我来这边要告诉你们，是你们很伟大，如果你们不知道是太觉得太奇怪，因为太容易了，一天到我们注意力就放在外面了，所以忘记自己啊，一往那边看了就知道自己是佛了。所以佛经才说放下屠刀立刻成佛，不是放下屠刀而已，放下什么东西都会成佛的。一放下世界我们就在涅槃里了，涅槃是在眼前，永久在那边，天堂是在这里，马上有，就是忘记没看它，就看外表的话当然不会知道内在的。我知道各位是很渴望
因为在这个世界拥有什么东西不会能够不可能满足你们的最高尚的怎么样要求，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涅槃而来，从上帝而来，不然我们从哪里来呢？哈，如果不是上帝教要我们，如果我们没佛性，我们就有什么有鬼性啊？哈，生出来就有鬼性了、啊，我是从鬼生出来的，可能吗？我们这个样子看起来像鬼吗？啊，像不像？啊，那像什么？看释迦牟尼佛像那个样子，他像不像我们？像，看那个鬼像不像我们？不像。好，看耶稣基督他像不像我们？像，也许他眼睛比较大，头发比较黄金，他皮肤比较黑，因为他晒太阳。不过这个都看起来跟我们一样，是不是？啊，我们从古代看到现在，所有的名士都看起来跟我们一模一样，是吗？啊，那就是我们一样的种类咯。既然一样的种类，很简单，可以找到自己的在哪里一样种类的地方，是吗？如果我们看起来像鬼的话，那当然我们还要想办法看看我们那个鬼的附近他在哪里，我们更不像他、啊、那我们就像佛啊，像耶稣基督啊，像所有的名士自古以来的，那我们就应该找找看我们本身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像他，一定有连贯，一定有血统，一定有经济的关系，这么容易啊。然后这些名师啊还糟糕，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女，既然他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么像他，我们一定也是跟上帝有关系吧。啊，既然这样，这么简单，这么逻辑，可以知道我们本来是一种很高贵的传统而来，高贵的一个原本而来。我们如果忘记的话没关系，不过不可能说我们是从鬼而来，从地狱而来，是从什么很低等那种拔种类的那种而来的，我们是从高雅的圣人的佛祖的天堂的上帝的原本而来，这可是一定的，是不是啊？觉得呢？啊，然后既然已经知道我们是从某某很伟大的地方而来，然后也知道这个世界又不是我们的地方，我们本来不是在这个世界啊，九个月然后突然间哇哇哇就生出来了，就变人了。以前呢还没哇哇哇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哪里去啊？我们不是从这边来，对吗？本来不是在这里，等一下也不是留在这边，那我们从哪里呢？啊，这个是要问哦，是要知道啊，已经知道一半了。我们看你很像佛呢，很像耶稣呢，很像所谓的伟大的名士呢，穆罕默德是啊什么你讲什么 Hare Krishna 什么等等等等，都是很像我们，就表示说我们跟他有关系啊。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大概是有很高贵的地方而来，然后现在也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本来是不是在这边，然后等一下也不是留在这里，那一定我们不是人哦，我们不是凡夫哦，是吗？好，那现在知道了，你们就是佛了。即使还没有证明出来，已经有这种怎么样逻辑的解释了，那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真的要找找看，不是听说，不是看，不是念，不是给人家知道，猜猜看我们从天堂来而已。我们现在决定要找了，决定要确认，要找那个 proof 啊，要找证据了啊！我自己要找到证据，我知道
我不是这边来的，不是这边的人，我是外星外省人。所以来这边告诉你们，我找到了。大家要找的话，一起找，很容易，就很像你去某某地方啊，就发现得到有一个很好的饭馆，而是有很好的什么好玩的地方，回来告诉亲戚朋友嘛，不是说这样吗？而是哪边有便宜的那个supermarket 哈、啊，大市场，回来告诉大家，哎，那边不好，来这边好，来来来，这边好，我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走。因为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是人，大家都知道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很辛苦，找一个很好的饭馆是靠运气，既然有人已经找到确认是好的，那告诉我们，那我们冲过来吃嘛、啊、同样、啊、我们是同志嘛，同志同志就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理想嘛，啊嗯、所以我们一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大家都也是喜欢快乐嘛，喜欢找到本人，喜欢知道涅槃是什么，喜欢回到本家，所以我们是同志。既然是同志，一个人知道当然要告诉大家咯、啊、所以今天过来不要多余了，时间不多、啊、谁要谁要学这个找自己本家的秘法，我会告诉你们啊，没有什么条件，不用钱，要试看了，你们要留就留，要走就走，没什么关系啊，这样好吧？啊啊，谢谢。外面有我们的同修会帮忙，如果你们想花很多时间。真正的全部知道自己的，还有帮助自己五代七代六代超生的话，就要所谓的印心，印心就是传心印了、啊，就是从一个灯弄另外一个灯出来啊，疑心告诉心，所以传心印的时候，我不会讲什么话，你们也不用讲什么，自己内心会了解，因为我们本性都是佛，不用谁教我们。即使要叫的话，用佛心叫佛心的，这个世界语言不够好用。我们就心默默一起传，一起提醒大家，这个佛心会提醒另外佛心说，你就是啊，你已经知道了，还问什么？比方说这样，不过不用语言的，那才叫一心传心。好，然后有一些同志们时间不多。吃素不方便的话，我们就有方便法，意思说什么时候要吃素就方便。为什么吃素呢？因为已经告诉过了，所有众生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伤害他就是砍到自己的一部分，会痛，即使身体不觉得痛，不过灵魂会痛，会沉沦，会痛苦，晚上会做噩梦，然后会 轮来轮去在这个世界比较痛苦啊、不过即使有时候身体也会觉得不舒服，不是说灵魂而已，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突然间头痛啊，是晚上做噩梦 有很多动物来压我们啊，不晓得为什么，当然晓得啊，把他们丢在这里当那个什么坟墓啊，当然他会跑出来吵我们有时候他们灵魂会吵吵闹闹，晚上睡不安稳，身体不舒服，酸来痛去，没什么病也不生不死的等等啊，这些也是对我们身体不舒服，不是说灵魂而已啊。现在可以问题了，可以问了。呀，快 ，please。亲爱的师父您好，我妈妈是印心弟子，但我的爸爸还没有印心，但是很不幸，我的爸爸于2000年2月26日凌晨2点多往生。Oh my god！拜托讲那个年纪就好了，不然我们时间比较少。当我们感到悲痛的时候呢，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已经化身，被化身师父带着去天堂。师父作为爸爸的女儿，我很想知道爸爸是否真的去了天堂，不再在人间受难了。谢谢师父。是真的，
他不在这边受难了，他已经快乐了，比你还要快乐。我们印心的金鸡的朋友啊，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是最快乐最自由，比我们现在留在这个世界修行的人还要自由，因为他时间已经到了，而且有内在的佛菩萨带他上去，我们是还有一点业障在这边处理，他很快乐，别担心。我们经济的修行的方修行观音法门的人呢，经济走了不要担心，他们最快乐。OK， 任何人都一样，任何人都一样。呀呀，如修行开了智慧之后呢，学历只是小学也可以抽中方程式，对吗？也可以解抽中方程式，对吗？抽中我听不大懂，我不。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小学的学历，但是呢。他那个问题是需要抽中的程度才能解决的，他可以有这样的智慧去解决那个抽中的方程式吗？当然当然当然，我们智慧是什么都会解决的，找到那个智慧了以后不用什么名师了，自己处理所有的东西，自己会想得通，自己会看得很清楚。Yeah。师父，未曾打开智慧眼，不能真正明白古代名师所留下的圣典，请问师父到底看还是不看呢？能看就看嘛，反正总比没有好。看的话里面会有一些道德会提醒我们，或是有一些天堂的境界，他描述的时候也会给我们一种什么啊 appetizing 怎么讲会让我们会急的要想找自己的内在的体验。This is an English question. What did God teach you about love? What did God teach me about love? Yes. He did not teach me anything. He is just love. Yeah. And if you are one with God, you are just love.And love of God will permit your body, your mind, and your soul. Because God is within you already. There's no need any God to teach any God anymore. If we just surrender our ego and let God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every thought of our mind, every word that we speak, every deed that we do, everything we let God do through us.Then there's nothing but love and God through the body. Yes. 师父，您知道你从哪个星球来吗？不是星球，宇宙。不过我们生生世世有时候住在不同的星球是没有错啊。一个生死轮回嘛，有时候住在地球的星球，有时候住在那个水晶的星球，有时候住在那个华星的星球。你想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星球来的话，也是很简单。如果脾气暴躁的话，一定从华星来的。如果很凉爽啊，很。流通的一定是从水清来的哈，那你看看我从哪个星球来啊？哎，看看就可以猜到了。师父，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财富？我能怎样得到财富呢？有什么方法？哦，你什么都有啦，你什么都有。我们哈。生生世世啊，就很多学习的能力，有很多能力在里面，就是因为现在太忙了嘛，天天忙了赚钱，忙了打架，忙了要这个要那个，忘记自己里面有多么能力，多么的爱力，多么的那个能量，你自己往那边看，自己什么都找得出来。啊，我也是刚才开悟了以后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以前呢什么都不会想得通啊，要开悟了以后什么都会。
真正的是这样，我们同修也是这样的啊，他开悟了以后什么都会啊，会很多，会赚更多钱，会省钱，会帮助别人，会爱那个亲戚朋友更多，爱家庭更多，负责任更清楚，然后才华什么也会跑出来，不是我一个人而已啊，是吗？大家讲啊，是吗？同修，是啊，是吧？说过了，你们很伟大，你们很伟大，不要被世界骗，天天忙这些物质的东西，忘记自己了，多么能干，多么伟大。My parents had died for many years. Could I see them after I die? Yes, you could. You could. If that's what you want, I help you. But it's better you meditate on the Kuan Yin method. It's better you know yourself, your great power, the God within you. Then you can take them anywhere with you. And if you go to a higher level of happiness,You can take them up. Isn't that not better than just go where they are? Maybe they are in hell or something, and both of you will suffer. Yeah? You better help your parents, not just to see them. It depends on where you want to see them. It's better you see them where their happiness and everlasting blissfulness is. It's better for them. So take care where you go, and then you can take your parents.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师父，修方便法能否对做生意有帮助？生意做好了，贡献给社会，是否更有利于生意呢？是是是是，对了对了，啊，我也是做生意啊，拿钱就来送给贫穷的人了，啊。Yeah. 师父您好，见性或开悟只是修行路上的一个起点，到成佛还有一段距离。继续努力修行，这样理解对吗？请师父开始。对对对对，嗯，我们一步一步嘛，一步一步。不过有一些也是很快了，看你多诚心呐，就成佛很快。本来就是佛了，还成什么？就是忘记，就是没有专心在自己的本心，就是专心在外心，所以才说没有成佛。意思说没有记得自己是佛而已，不是说没成佛。Do you believe in reincarnation? Yes and no. Yes, if you still have something to do in this world and you vow to come back. But no, if you don't want to go back anymore. The people who practice the Kuan Yin method don't ever have to come back to reincarnate again unless they wish to for some reason, for some noble purpose.师父，我觉得自己经常六神无主，仿佛不能自己，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许太多压力，精神不够，休息不够，或是身体不舒服。如果压力太多的话，就想办法休息，吃一点那个比较安静的药，安静的茶。找人帮忙按摩按摩，啊，骑一个泡水洗澡，啊，走在那个公园里面呼吸好空气。如果身体不舒服，让精神也比较分散的话，就找医生看看，吃维他命，多吃点补养的东西，然后工作减少一点，不要太疲倦。师父，今生的功名利禄是否源自于前生的各种善举？是。今生的功名和利禄。哇哦，你们讲话这么文雅，我是外国人懂吗？既然我讲中文，我不是。他的意思、就是。我不是从那个肚子里面学中文的啦，我刚学没多久年呐、啊，啊。讲白话一下，他意思是什么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能做官或者有钱的话，他是不是前世做了很多的善事？是是是的，是的啊。所以现在做官的时候，有权力之后，也要记得继续做善事，这样子才以后官升更高。
是啊，要做官不是很简单啊，要当父母啊，要当人民之父母，是很有福报才能当啊。所以要继续当了，更高更好的，所以要继续做好事，要爱护那个人民，像自己的儿女一样。这种官的话，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越来越富有，越来越舒服，死的时候也会瞑目，因为很多人民会爱护他，这个爱力啊送到他那边，是像祝福一样。他就活在这种爱力里面了，天天人家爱力送给你，你就活在这个爱力里面，就像药一样，像药疗一样，像那个上帝祝福一样，很舒服，很舒服。所以当官说，帮助人民、爱护人民，就是帮助爱护自己的。逻辑哈，啊 ，OK。What is life after death?Well, you wait a few years or a few days. After that, we will know. Okay? No. It's like this. After we leave this physical body, we continue to live in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a different kind of vibration, different kind of body. And sometimes, if we do not practice spiritual knowledge,At the time of death, we might mistaken that we are still physically alive, and we go around kissing wife and husband and kids, and they don't respond to us. And maybe they bring a new one home already, and then we feel very bad. See? So life continues forever, with or without this material body. If we practice the Guan Yin method, we can already see death even while living.We can die daily so that we can leave the physical body behind temporarily and go to different dimension to learn some different things or to oversee our whole life in order to see which part is not good and we can correct it. And that's how our practitioner's life is better and better every day, clearer and clearer, happier and happier, because we can oversee ourselves from outside of the body.That we can see better. 敬爱的师父，谢谢。Yes. 敬爱的师父，我的一个朋友读过师父的书，看过师父的录影带，想修观音法门，但他患了溶血性贫血病，医生坚持要他补充营养，而且如果他没有吃鱼，身体就会因贫血而产生种种不适应的感觉。他想问问师父，他该怎么办？看他自己的勇气咯。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身体比涅槃重要的话，那继续照顾它。如果我们觉得反正我们怎么样照顾它，等一下我们只有涅槃或是没有涅槃而已，那你们自己要选择。因为我来这边不是要强迫你们，或是要求你们做什么，就是要让你们记得自己的本心。所以如果准备好就来，还没准备好慢慢来，慢慢来，慢慢再想。Okay, 不急。我看经典上说使人获得认知能力的那种东西就是佛性吗？这样对吗？什么说的咯？经典上面说使人认知能力的那种东西，获得认知能力的那种东西是不是佛性呢？认知就是人的认识的能力有提高的这种东西。哦，当然啊，那个也是，对，可以说佛性，我们认识自己的比较更高贵的、更伟大的能力，就是佛性，就对呀。师父，我对已逝的祖先会否影响我们已逝的祖先会否影响后人呢？是否有家宅？坟墓对后人有影响，他们轮回了没有呢？是会有一点影响。如果我们的祖宗没有烧足的话，像刚才我解释英文他们认为他们还活着，就回来想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就听不懂他们要求，因为我们两个阴阳之间不一样，
然后他们发脾气，有时候会搞乱一点，因为要吸引我们注意力，结果我们都不懂等等，不是他们痛苦啊，就会为了我们随同的关系会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如果他们自己痛苦的话呀，不是我们有时候痛苦，他们也会感觉得很清楚，所以最好我们修行，然后自己能够 解脱自己，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祖宗，是最孝顺的，最孝顺的一种行为。If we do not belong here, why are we here? If it is to find love, why did we lose it? If it's the last one, we lose what? Why did we lose love, that means? Oh, love. Why do we lose love? Lose love? Yeah, if we are here is to find love, how did we lose love? Oh, okay. Yes. We are here because we want to find love. That's correct. We did not lose love.We just forget. Suppose, because every day we're just too busy, you know, earning money, working 8 hours, 10 hours a day, and then catch the tram and catch the bus, and then go home, and husband and wife and children and everything waiting. We have hardly time to breathe sometimes. And that's why we forgot the other part of us, the greater part of us, the real part of us, because we don't have time. So don't be tricked by all this.Life. You can still work in the world and take care of your families, but meditate. Make sure you remember the other half, the better half of yourself. Then you will know you are love, that you are God, you're one with God, at least you got children, and you're Buddha. Just like this. If I put something in my pocket, huh? And then I forget. I go look everywhere. I look for everywhere for it.Will I ever find it? Can I find them? No. Because it's not there, it's not where I look, it's here. And then, so I never lose it. It's just I forgot where it is, no? Same. Same with our love, same with our God nature. Just go inside, you see your real self. I'm going to show you tonight, so stay behind. Next. 师父，我已经怀了宝宝，可以印心吗？印心之后，宝宝也可以印心吗？如果有时候身体不好，可以躺着打坐吗？可以，全部问题都是可以。不过宝宝不用印心，他等一下主来自己决定。师父，如果未能说服家人吃素的话呢？吃荤边素可以破戒吗？就是吃肉和荤炒的菜。我不能说不可以，不过我们就变成肉变佛了，啊！而且等一下，你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你硬心了以后，你修行一阵子以后，我叫你吃荤了，你宁可死的，你不会吃的，这自然身体会净化。会很干净，任何的不属于高级的佛性的这种境界，我们没办法容纳，所以不用问这个问题了，想修行就修了 ，OK。师父，学习这个法门是否可以治病？包括生理学、心理学。不要为了治病而学嘛。成佛了其实最重要，成佛要解脱，然后如果什么人跟我们有缘，他来见我们一眼，他有缘的话，他自己会，我们会自动我们这个福报会自动会转给他，他自己会好，不用用这个我执，不用用什么身体呼啦哈什么那个不需要，佛没做什么，不过大家都很舒服，我们开悟了以后，谁看到我们都会舒服的。自然会好、如果按照观音法门修行，可不可以消除业障？是不是可以达到不吃不喝的程度呢？可以啊，当然啦、不然修干嘛？请问师父，修苦行是不能成佛，但修苦行是否能消除一些业障或化解一些因果呢？ No。
受苦行就会很勤苦这样子，得到很苦行。受苦行苦行没有用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虐待 你自己的佛呢？佛在里面，懂吗？你虐待他就是虐待佛了，是得罪他了。我们不要受苦行，你看释迦牟尼佛受苦行以后他还要放弃啊，最后不修苦行，就真的修对的法门才消除业障，不是修苦行。然后你修对的法门的时候，即使你要一点苦行也没关系，你要奢侈修行也没关系，反正走对的路，你走计程车也好，你坐 Mercedes Benz 也好，你坐罗斯莱斯也好，走对的路才好，不是说车子什么，知道啦。我刚才坐计程车来的，哎，也来的啊！你们坐巴士也来的，你们坐罗斯莱斯自己开车也来的，因为我们走对的路，对的路就好，不是说苦行好，或是不苦行好。你来个修观音法门，然后你爱修苦行，我就给你修苦行了 ，OK？ 一天半餐而已，行吗？不用穿衣服。要什么苦都可以，就修观音法门就会解脱，会消业障。There are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what benefits are there to oneself and society of the endeavor of striving to become enlightened? Wow, 什么都要 benefit. Everything you must have benefit. Of course, you will have benefit. When you enlighten, all the benefit will become automatically. Seek you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all the things shall be added unto you. I told you. Look, okay. Just look at my humble example. Yeah, after enlightenment,I am also not going to the Himalaya and hiding there. I'm still in your world. I work just like you do, yeah? And I earn money to keep myself, so to not to burden society. And I buy ticket to come here to see you. And whatever left, I give to whoever need. That is already benefit, yeah? And of course, the most benefit is that your peaceful, loving atmosphere that radiate to people.Whoever see you, they're happy. There's no need to feel benefit. The benefit is that you are practicing. The benefit is you're peaceful. Yeah? No need always have to look for something. We just practice so that we know ourselves, our great self, and then we will know what to do to benefit ourselves and other people. That is definitely will come. That will come.Once you enlighten, you know everything what to do. And then the benefit will come. Whatever benefit you want, it will come. The second question, where do sutra, doctrine, fulfillment, contentment, and happiness stand in relation to enlightenment? Every sutra, you just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 read. Yeah, go ahead, 快快。师父，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被狼狗咬，有人说不要紧，但是我做了这个梦之后呢，很久，很久，脚后跟都在痛，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咬？被狼狗咬。啊，狼狗，有时候做梦也是一种一种现世的业障，在梦中出现的，所以才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刚才有做过，现在有人讲了，是有时候是肉那些啊业障啊，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师父，这一题是粤文的，我现在用中文翻译出来。一个人如果印心他已经死去的亲戚朋友，可以有超生和解脱吗？你可以证明给我看吗？你自己证明啊，自己会看到啊。你自己的亲戚怎么我能证明？打坐的时候自己也会看到，亲戚朋友死的我们都可以帮忙，决定是这样，我们同修都可以啊，都知道啊，很多我们同修都可以看到亲戚朋友超生的，不过要修行才知道啊，
我自己修行，我自己能看啊，怎么能够给你看？我内心的东西怎么能给你看？你自己有啊，在体验中如何区别三界以内和三界以外，请师父开示。我们有办法分别，每个境界都有他自己的特号，印心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现在没有时间，所以印心才要一两个小时，要全部解释给你看，给你听，等一下你在家自己可以默默打坐，不再用老师指导了，自己当老师了，自己当自己的老师，用一两个小时解释吗？以后你通通都知道了，我走了以后你通通可以自己做了。yeah? 我们两个就没有关系了，有那边的关系了，我们外面不用。那边比方说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刚刚修行的时候力量还不够啊，有困难就求师父帮忙，就在里面讲啊，就是师父就会帮一点忙这样子。人为什么在死亡的时候有的很痛苦，有的就不会痛苦，怎么才能不痛苦呢？这个看因果嘛，看因果。我们修行的人死的通通都不痛苦的，静静的这样走，身体也是很红润，即使死了以后还是比在世还漂亮，不用打扮。为什么人间会有开心和痛苦呢？啊，这样才叫人间。你不知道吗？到这个时候还问。不然我们这边就叫净土或是天堂了。啊，比方说你去学校，那边就是学生是要学习功课很辛苦的，你去那个大市场，那边就有买卖很多东西，那才叫大市场，学习很辛苦的叫学校嘛。啊，那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那个情况。蟑螂为我们带来细菌，会伤害家人的健康，我们可以为家人杀害蟑螂吗？啊，当然我们人呢、比动物，比那个昆虫的命要宝贝，我们比较有怎么样啊，我们是比较有 priority， 有priority 怎么讲，帮忙一下忘记了。优先啊，人的那个权利是比较优先，对所有的那个众生是有优先啊，因为我们人是比较高级的众生啊，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当然也可以啊用办法啊保护自己的经济。不过我们要杀蟑螂的时候，当然是要付哦。要负因果，不是说没有，当然没有比杀人这么糟糕，或是杀大的动物糟糕，不过还是有一点业障，所以自己情况要怎么样，要照顾干净，这样子蟑螂不会生出来。我是用这种避免的，有一些那个电，它会发出一种电波，蟑螂不会跑到你家来，跑到隔壁来。Dear Master, what is initia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dying while living? Oh, initiation is like this. At the time of transmission, the Buddha or the God within you will be awakened in complete silence, and you will experience the light of yourself, of heaven, of God. And continue like this every day,while you're meditating, or sometimes even not meditating, and then you will know yourself. The initiation process is just the quietness, quie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souls, between the God and God's self, between yourself and God, or between your God self. You and God are one. And because you're ready to go home, so the God within you will be awakened. I'm just there to remind you how to keep this.Awareness every day with yourself, but the transmission is very quiet, in silent completely, no talk. And then some instruction verbally before the transmission, but not dur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not after. Then you know what to do every day with yourself and how to find your God again every day until you're completely one with yourself or with God again. That's initiation. And what is the last one, honey?
What do you mean by dying while living? Dying while living is exactly dying while living. Yes. For example, when we die, that means we have to live this life forever. But dying while living means you just die temporarily, like 10 minutes, half an hour, 1 hour, 2 hours, 3 hours, 4 hours, maybe even a week, depends on your time limit. And then you come back again to this physical body and then continue your daily activities, yeah? Without having to die for good until your time come. Because the silver cord which connects your awareness with the body is not broken. And the time of your dying, truly dying, the silver cord is broken and you don't come back again. But during meditation, you can die. You truly die sometimes. And your eyes turn upward like the dead people, only white thing left, and you don't feel anything of the body anymore. You go up to heaven or some different higher dimension to learn knowledge of heaven, learn about yourself, learn about your ability, come back, help yourself, help your family, solve the problem, see the things clearly, work better, better health, better thinking. And then you can die again tomorrow or any time. But this takes a little practice. Yeah, all the saints die daily. It says so in the Bible. So that means dying while living. You're dead. Yeah, just for a while, so that you can go to higher place and learn better things. Because in this world you can only learn worldly things. With the body you can only do worldly activities. So you have to leave the body if you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higher, yeah? And come back and use that, and use the body to act out the knowledge that you learn from the higher world. 您说耶稣佛祖都是名师，引导人走向真理。那么信了基督教与佛教和信了观音法门，和信观音法门是不是有区别呢？基督教很明显，基督教的教理并非这样说的。基督教说只是三位一体，耶和华才可以得救，而且除此之外都没有拯救，人不能解决自己罪的问题。你对此有何看法？本来天主教就是叫这个观音法门的，现在失传了。佛教本来也叫这个观音法门，任何的大的宗教，真正宗教都叫这个观音法门的。观音法门不是一个法门，是真正自己 awaken， 自己醒过来，认得自己的伟大的真正的本人，是没什么所谓的法门。所以你信什么教也好，信上帝，不过没看到上帝有何用？信耶稣根本跟他谈不来，他来你也看不到，有用吗？信佛没知道佛在哪里，也看不到佛的地方，我觉得比较小用。所以来这边告诉你们怎么去看耶稣，怎么面对上帝，怎么看到佛，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你还没有开悟，所以不懂圣经讲什么那么多。不开悟的话，看佛经跟看那个小说一样，真的是这样子。开悟了以后通通不一样，你什么都了解，看什么经典都很通。现在看不懂啊。观音法门里的上帝同基督教的上帝的定义是不是相同的？观音的上帝跟那个天主教上帝相同，是不是？同啦，只有一个上帝了，没有两个。这个法门是给你看到你的上帝的，不是看到我的上帝。如果你这样子要听的话 ，OK， 看到你自己的上帝。拜托拜托，要开悟啦，不然的话我讲什么都没用了，讲都是广告而已，不是真的饼干，嗯。I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explain how enlightenment feels? Oh, it feels great. Yeah. You ask our people how they feel. Because, yes, thank you. Because if I only tell you one person, you say, oh, of course you want to convert us. And you tell us everything. You ask our people, you ask the worst disciple how they feel. Yeah? And why they still hang around after 15 years.
And I don't do anything. I only see them once, maybe a year, or sometimes once every 3-4 years, if they even have money to come to see me, or if I even come to see them in their city. Yeah, we don't do anything with each other. I don't force them to do anything. How they live their life, how they're happy, how they become better being and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y better. You ask them. You go ask any of them how they feel, okay? Great, it feels great. Is evil just another form of goodness? Does that mean there is no evil after all? No. You cannot say there's no evil. But yet, evil is also born from us. Original, there was no evil. It's just because when we think of something bad or negative, when we do something bad or negative, and when we speak something bad or negative, these things also affect us and affect other people around because they are not of the good nature. Anything we do good and say good, think good, is a good nature, and that have a good effect on us and on everybody else. Everything we do bad, think bad, or talk bad, it has a bad effect. Everything has the effect, you see, energy. Like the rose, it's beautiful, it smells nice because it's a rose. Yeah? And the cheese, it smells a little bit like the food that you didn't wash for a long time. the feet. Because it smells like that. You see what I mean? Everything has their own quality and their effect. You put rose in a small room, you feel the whole room is filled with rose fragrance. You put the cheese or some bad things or some excrement from the animal or some yourself in the room, the whole room will smell bad. You see? Everything has effect. Everything has energy because we are God, we are creator, we have one power with the whole creator. We are one with that creation. And whatever we create, we affect ourselves and everybody else. That's why the devil was born, evil was born, because of our bad energy. Yeah? And sometimes so big, vast, massive of lump of energy, they attract each other and they stay in one place, and that country will have disaster, have trouble. The whole nation will be affected. The people will be maybe in bad shape, have epidemic, have sickness, have disease, have war, have disaster, whatever. That's when the bad energy, the devil, is at work. It's all man-made. So take care that our thought always pure, noble, and good. Then we don't have to experience this. Okay, that's why we have to practice. Be good. For ourselves, yeah, and benefit everyone. 师父，我的个性不太好，对很多事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我发现这对修行很不好，让我变得很粗糙，不够细致。请问师父，是否只是将这种不好的个性改掉，修行才会进步快一点呢？还是修行多了自然就会改呢？修行多自然会改。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很多东西让我们心情暴躁。我们刚生出来长大的时候，很多好的理想，想做得好，想做得很完美，想对人都很喜爱，结果通通都没有什么用啊，都反而都伤害到我们，伤心我们。所以我们后来就烦了，说我不管他了，我不在意了，做好也好，好也好，坏也好，就是因为我们对世界太挫折了。所以不要怪自己，就是情况而成嘛，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行了以后，我们就会多了解为什么这样，然后我们就会改了，呀，会改，嗯。关于婚姻问题，我对婚姻的看法很悲观，因此我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不过分的亲近异性，这样一来呢，使我变得很冷漠。我觉得这种观念不对，修行不应该变成木头。但又怕有感情一放开之后呢，自己又控制不了这个感情。师父，我该怎么办呢？那一半一半嘛，一半结婚一半修行啊，有什么关系？结婚不是说很坏的东西，就是，结婚不是说应该那么难或是悲观，最难就是找到自信的朋友啦。啊，你如果太急的话，看到什么好看的人都冲得进去，等一下痛苦，当然会觉得很挫折，没？
如果你 要找一个知心的朋友，为了生活太孤独嘛，我们两个走得比较舒服啊，啊，互相帮忙修行也一起修也是很舒服，共修在家里啊，所以你要找一个好的对方，你就先想一想，把它写下来。比方说你要找一个先生，他有什么品质你要求的，你写下来一二三啊，他这个看的讲怎么样不要管他了。因为平常我们有时候恋爱就找很好看的人，一看就恋了，等一下他品质怎么样忘记 check 忘记检查，所以才那么痛苦。你要反过来做，他的品质你要求怎么样写下来，等碰到那个人的时候再给他你的信。 OK， 他讲怎么样子，他有多少钱没关系，他做怎么样工作无所谓，应该这样知道自己要什么，等一下婚姻才美满，懂了哈。我以前没这么懂事了啦就是我以前运气好碰到好先生而已。不过你们就如果要白头偕老的话，要写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即使你要他好看也可以，你要他长得怎么样子的话，你自己也要画出来，要想象画出来，或是找一个照片的像他的，然后品质跟照片合在一起，然后想象的那种结婚的什么情况，然后也把它贴下来，弄成一本结婚的书啊，常常拿出来看，碰到那个理想的人的时候啊，就可以全部那个感情送给他，不然的话就会痛苦，知道？不过他也要爱你才行啊，一定会的，一定会。你自己决定好哪一个人你要，等一下上帝会送给你一模一样的，我告诉你，答应，一定。人的思想想的是有时同心意是两回事，请问师父，人的心是不是神的意识呢？神的意识是不是就是上帝的意识呢？是，神就是上帝，每个人找不同嘛，每个人说不同的话而已的。比方说你叫他妈妈，另外一叫妈咪，另外叫那个阿布，一样。他们台湾人都叫我阿布呢，我这么年轻漂亮，他就叫我阿布。能不能想象？请问师父，我修行总觉得有一步上不去，什么原因呢？因为还没上得去嘛。比方说你走到一半那个楼梯嘛，等一下就走了，慢慢来呢。请问师父，修习观音法门要多久才能开悟？马上，开少开大就随你便，马上就开悟。专心多就开多，专心小就开小，不过早晚全部都开。人要用什么办法才能赚到钱？命运是注定的吗？赚到钱跟入定有何关系呢？一说入定的就可以赚多钱，是不是？他是不是这样问？是啊，可以，真的是啊，我入定以后赚很多钱了，告诉你。不过不要告诉别人，那是我们两个秘密之间啊。不管你要成功在什么地方，世界也好，天堂也好，是要专心。所以打坐就是为了专心。专心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力量集中嘛。一集中的时候才好用，因为我们力量分散的时候就不好弄，做什么都一样。如果你要拿什么东西，力量也要放在那个地方才能拿，知道了？所以我们集中这个注意力以后，要用什么地方都方便，要赚钱也方便。不过以后我们修行了以后，赚钱是对我们没什么意思了，就为了别人赚是可以，不然我们自己当和尚也好，走路也好，赚一套衣服也好，不赚衣服也好，根本不会在意这些赚钱不赚钱。不过要的话还自然可以赚出来，太喜欢。听说自然可以赚钱起来就拍手了，你看。
师父，为什么与人结婚而不能好好相处会离婚呢？告诉过了，没有写那本结婚书。自己要选好意中人，然后才找。不是随便碰到一个人了，才开始看看他合不合，那个时候来不及了。婚姻是很重要，一生一世，所以要小心，像做生意一样，要准备好，要知道要做什么，产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结婚是比做生意还重要啊！很多人都是冲进去，然后痛苦又怪谁？没有准备好，结婚就应该跟做生意一样，要准备好，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够永久快乐在一起。请问为什么要做人？这个我在那个女孩子的夹子上看到的。请问为什么要做人？为什么要轮回？为什么不要呢？不要做人就做什么？做人当然就会有轮回。如果我们没有水会，我们没有记得自己本人是谁的话，就要重新再来，因为要记得，到我们记得我们是佛为止。做人也是蛮好玩啊，不然我们可以选做动物啊，够不好玩啊。这些问题哈，我告诉你，其实我在这边解释一千年了也没用，自己开悟了以后都很清楚。如果动物自己死了，我们吃它的肉算不算杀生？不算杀生。不过它那个死的时候，这种怨恨的气氛啊，我是这种爱贪生畏死啊，气氛会影响到我们的想法，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还有影响我们开悟的程度，所以我们免得吃动物比较好。而吃素的话，已经是最小的我们能吃的，那最好我们就是不要什么都不吃，硬心玩有通通都死，没业障。我们看那个蔬菜啊，我们剪它，它可以再生出来。像动物，我们剪它那个头，它不会生三个头，所以我们吃蔬菜还可以。不学茅山法功，怎么样可以还回自己呢？就是一种神通，可以穿墙的，怎么可以？可以穿墙壁。对，可以穿墙壁的。哦、太好了，那你到底是要穿墙壁的，还是要穿天堂的？你跟我说。如果穿墙壁，继续学那个功啊。如果要穿上天堂的话，跟我们学啊，每个都不同的作用。为什么在我很累的时候就会梦见死去的亲人呢？亲人哦，死的亲人啊、哦，不是你很累的时候会梦见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来的时候你才觉得累，因为他们的那个，因为我们是阳，他们是阴，那有时候他们因为没有解脱嘛，然后他们那个运气很重。有时候怨恨啊什么还没解决，死的时候心事还没了，要影响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来靠近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累，会拉下去，才能够跟他们一样的境界，所以才看到他们。所以要修行观音法门，就可以帮这些境界解脱，以后就看不到他们了。即使看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快乐，他们就谢谢我们这样子。很多同修他们契机会来谢谢他们，因为他们修行观音法门，所以他们在解脱，还说帮我谢谢你们的师父。我的同修应心后不和丈夫或妻子过夫妻的生活，怕影响自己的修行等级，这样做对吗？不对，平常心嘛。 OK， 有先生就有先生啊，如果他还想要你当太太，你就当嘛。修行是那边啊，不是身体。OK。上师，怎么样证明众生往生以后去了什么地方？观世音菩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观音菩萨他是从观音界来，
从佛陀来，这个证明是你自己只能看，不能证明给别人，嗯，因为你看跟他看不一样。你要证明的话，要自己开智慧眼，自己会看得到，决定是这样。戒定慧对成佛有什么关系？什么对成佛？戒定慧啊，戒定慧。本来戒律不是说什么严格了，这种是一种衡量。比方说戒律是衡量我们那个等级，比方说动物它做什么什么东西，人做什么什么东西，圣人做什么什么东西，像小学、中学、大学这样啊。你如果程度到这样子，你知道你就小学了，程度上这样子，你考试的时候才能够考上中学等等。同样戒律就是让我们反省看看我们啊，我们标准是不是这样啊，能不能跳到圣人的了。所以你如果看自己不能直接不还要想杀生，还要想说谎等等，表示说我们等级还不够高，不是说我硬的要你们直接，而这个要自己看自己的等级，嗯啊。然后定就是当然要打坐，要定下来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本心。然后慧就是自然从那个三摩地，从打坐静静的时候会生出来。书有戒就知道我们可以当圣人吗？看看我们的标准。而定因为打坐才知道认识自己佛心，慧是自然生出来。这个三颗是当然啦，啊，没有的话就什么种类的佛呢？嗯。打坐时如何应用最快速的方法抛除杂念，令自己早日进入高境界？这个个人不同，个人不同。嗯，我们如果真正的人渴望要解脱的话，我们定就比较快。OK。修观音法门的人可以同时修药师琉璃光如来法门吗？哎呀，修一个就够了。 OK， 我们时间不多。还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还要学习东西，还要吃饭，还要睡觉，还在那边修那么多法门，你看哪一个对你好你就选一个，不然选两个什么都学不会。信奉衣冠道、天道、拜济公、孔老圣人，平时手紧悬关穴，能不能修观音法门？天上的济公会不会生气呢？哦，哪种类的天公啊，我会生气啊，就跟我们人一样，何必崇拜他。修什么法门都可以修观音法门，就修一个就好了，已经讲过了，哎，修一个就好了，那个天公不会生气的啦，他不是人啊，他不凡夫，他哪生气？你修行为了要自己净化圣口意，要当更好人，要当圣人，哪有天公会生气？他高兴来不及，嗯。水中有无数的众生，我喝水就等于杀生，因此我必须喝水吗？不喝水吗？不喝，死就算。喝可卡可乐。为什么？为什么每次我没看见师父的时候，问题好像很多，可是一见到师父以后，头脑的问题就都想不起来了？请问师父，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我忘记的这些问题，是否也会因此而都不存在了呢？请问师父，可我好？第一个问题，本来就不用什么问题嘛，你们被头脑骗而已。有什么问题，修行要知道佛就好了，然后自己慢慢会解决。多数人都这样子，看到师父就没问题了。第一，就问题自己会解决了，啊，第二就忘记了，表示说不重要。如果那么重要，你一定会记得，懂吗？表示说不重要的问题，自己解决了，这样也好啊，啊。请问师父，可不可以相信上帝会给我最好的？是不是无论发生任何痛苦的事，也都是只是代表而已？那么上帝所给我的是最好的吗？可否有选择呢？我如何能真正放下一切呢？上帝当然给我们是最好的，不过也是看我们要什么，他都是给我们，我们要什么东西他都给的，不管好不好，因为他不会介入我们自由权利。
所以你自己本人啊，要确认自己要什么，对自己好，然后上帝会给。所以我们身口意是要很单纯很干净的，我们要什么等一下会有了，早晚就会有。所以任何所有的情况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是我们本来默默静静要的，不是以前前世要的，然后现在才来，就不能怪天地什么，不能怪谁，只要就我们修行多了以后，这些坏的东西会越来越小，因为我们都想好的，我们就会更肯定，所以我们生活越来越好，因为我们想法就越来越好。通常好人有好报，坏人有恶报，但很多时候都是相反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恶报还没来，啊，那个好报现在已经成熟了。他做好事以前，现在他好报有；他做现在恶报的恶事的，那个恶报还没来。有时候马上来，有时候很早很晚以后才来，所以我们看不到。我们认为他都天天都作恶，为什么他还是好呢？他等一下那个好也掉了，时间到了，他那个好的那个福报等一下也没了。他那个说他化完了，像现在我还有很多钱，既然我吃很多饭馆啊，住很多旅馆啊，花很多买很多东西，我还看起来还是很有钱，因为我本来就有，等一下也化完了。请问师父，为什么我刚才还没见到师父的时候，或见到师父之后，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呢？还有什么感觉？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哦，大概看到亲人嘛，我们是同志嘛，刚讲过了。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们啊，记得嘛，就记得嘛。师父，因为我们不是人啊，讲过了啊，我们里面都联系很亲密的，我们都是同一体的。所以你这个看到自己本性的本人，当然会很感动啊。还有那个我们看到一个，比方说看到一个人他有灯亮啊，我们自己这个心也会亮出来，然后业障也会转变一下。所以那个这个眼睛有时候哭没有缘故，就是这样子，因为身体也会精华，这个坏的东西会跟眼泪掉出来。那我们回来身体很舒服，就这个缘故呀。一个炒股票投资赚钱能用来行善，这样有违佛法吗？没有没有没有，没什么做什么坏的，没关系。 OK， 你要赚什么钱就赚善良的钱，没杀人没有偷没有抢就好。嗯，努力读书工作赚钱，不断地追求高尚的生活，但很多钱却是都是用来行善布施，这算是贪心吗？嗯，算很好，贪得好的心。师父，为什么我以前在你法相面前看你，你的样子都会变成很多不同的样子，而现在不会呢？请师父开示。哦，不能天天变化，太累了嘛，啊。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看一次够了，哎，看那么久了还不够，还要继续让变变化化干嘛？自己要变化才对啊！师父变化一点给你知道榜样而已，一个笔录一个榜样，那，啊，你自己也要自己开悟，然后自己也千变万化才好玩，啊，嗯。请问五戒中的邪淫该怎么样去理解？去理解，他不懂。他不懂。啊，意思说我们有一夫一妻就好了，嗯，自己互相照顾，互相疼爱，让两个一起舒服，互相信任，嗯，互相照顾，然后互相帮忙修行，不要从一朵花跑到另外一个朵花，这叫蝴蝶，嗯，不是蜜蜂，不是叫人。这样比较舒服，心情安稳啊，大家庭比较和平，有信任的心，修行也很好。再这样就不要想到别人，不要想到别的太太，这样子一世一个中心，这样子比较好。
我做事读书总是有恒心，没有毅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请问师父，我应该如何才能做到又有恒心又有毅力呢？又有什么心？恒心就是一个比较长久的心。哦，他心不稳哈。这个世界是不稳嘛，是改变无常，最好你要自己找一个理想的生活的方式，然后继续下去。你目前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人嘛，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不然应心了以后，开悟了以后就知道了，生活会更稳定，因为不认识自己本心才这样子摇来摇去。人死了之后，知觉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些人做善事不用记名？不用记名是什么意思？不用记下他的名字。哦，这样比较好啊。这样比较好，我们帮助别人就像帮助自己一样，何必记名呢？我常常都这样做，天天都这样做，时时都这样做。就有一些记起来，因为有徒弟在旁边看到，他自己回去写报告，多数时间不会写下来的，没有人知道是谁送。有时候师父送东西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无名的。我是在路边给人啊，那个是我们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何必还在那边记什么名字嘛？该记的时候当然记嘛，不该记也没关系，记该记也可以记，不该记也没关系，反正就是人家利益，不是说记不记名字。看情况，看情况，帮助别人就像自己洗自己的手一样，还要写下来吗？还要赞叹自己洗自己手吗？就是这样子的。我时常觉得自己有病痛，是不是修行不认真？或者是我经常煮素荤食给家人吃的缘故呢？如果是这样，我该怎么办呢？继续下去了，不能给家庭人饿死吗？他们有自己的选择，你有自己的选择。既然互相有缘，这样子就要忍耐了，不然跟家庭人讲好，他们自己也可以煮荤给自己吃，不然叫他们一起吃素。身体不舒服，去找医生吧。晚上睡觉为什么一直会做噩梦呢？以后要做凉梦了 ，OK？ 大概吃东西不好，吃东西不好，有时候身体太累，有时候是前世的业障，有时候我们住在某某地方，被那个四周围这个磁场、人的磁场影响。也都有关系，你看你的场合是什么，有时候吃到昏的不知道也会做噩梦。我们生病是因为我们有业障吗？那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应该吃药吗？不吃药能好吗？有时候不吃药也好，不过有时候需要吃药才好。打坐时很多时间会见到各种各样的影像，有时很可怕，被吓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业障不好。要多久佛祖帮忙？等一下就会好了，这个也是暂时而已。任何都是暂时。如果不吃，这个就不是修观音法门了。你们都问了很多，人家都认为是修行观音法门，要写下来你写什么法门 ？OK， 有时候修禅啊，修什么莲花。什么妙法宗啊，有时候净土宗什么什么修一大堆，然后就是写打坐，这个就是打错。我说讲好了，我们学好的法门呢、才好，不是说做才好，煮沙不成饭。如果不吃素但愿意做善事帮助他人，这样对我们会有帮助吗？有帮助，做善事就会得善报。不过这个不是解脱呢，得善报而已，以后会富有，会健康等等。我想问上帝和佛有什么分别？不分别，他们两个一起天天喝茶聊天。可怜自己吃佛还问这些问题 ，My God！一转过来就知道自己是谁嘛，转过来而已，转注意力过来。
我母亲受过很多的苦，但现在她年老了，80岁了，身体不好，行动也不方便，眼睛看不见，有时还骂人。她不吃素，是不是她业障很重呢？她不吃素没关系嘛，她已经老了没多久了，不要在那边批评人老人家。煮好东西给她吃，我煮好的素她也会吃。他既然眼睛看不见了，不知道哪个是哪一个。如果你觉得他吃素业障很多的话，那找好的素食给老人家吃，不要批评他，他自己生活自己选择。也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他问他妈妈百年之后，就是死去了之后，他能上去吗？如果修观音法门的人能上，决定。如果没有经济修方观音法门的话，也许能上，也许不能上。看他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开悟。请问师父，我想把死去的父母的骨灰撒在大海里面，您认为这样处理好吗？好，好，好，最好，这样省很多空地。请问师父，印心以后人的灵魂是不是属于师父？如有过分的妄想应该怎么样做？死了以后灵魂怎么样？灵魂是不是属于您，属于师父？啊，怎么会？你的灵魂怎么属于我？我不要啊。拜托，自己灵魂自己保留，我自己照顾自己灵魂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他有过分的妄想，他问您怎么样做？过分的幻想。过分的幻想，对。什么意思？他就想了很多，问您他该怎么办。这要慢慢来哈，多打坐修观音法门，然后自己会集中，以后幻想会越来越小，就要好想。灵魂死了又不是属师父啦。如果你修观音法门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内心跟上帝同一体，跟万物同一体，不是属于谁。为什么我都感觉不到我自己有所谓的那种慈悲爱你？虽然我也会帮助别人，可是各种的感受不到那种大爱和无私的大爱。我应该如何精进才能够真的开悟呢？并感觉到自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缺点，尤其是我比较喜欢贪心。慢慢来，慢慢来。多修观音法，多开悟了以后什么都会好。既然你不觉得自己有爱心，不过帮助别人就好了嘛，已经很好了。没有爱心怎么能帮助人呢？这有啦，这有啦。前辈教我怎么样念经和求观音菩萨，和求观音菩萨帮忙我，我需要每天念经吗？每天要懂经，不是要念经。念不懂有用吗？每天念斋单有用吗？要吃菜，要念斋单也可以，不过要吃菜。跑到饭馆里面天天念菜单，然后跑出去，这样好吗？念经平时很好，要提醒我们古代的人修行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跟着他这条路走才对，不是念他的路而已。念是很好，不过要跟着走那更好。是否要修观音法门才能开悟呢？是决定是这样，保证。我修很多法门呢，就修这个就开了。因为修对嘛，走对的路嘛。我的外孙女从小就跟我吃素，身体很好，现在在上幼儿园，在幼儿园里面吃饭，孩子经常发烧，她的父母也不相信吃素会好一点，我说他们也不听，可怜，可看着孩子有病非常的可怜，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没办法，慢慢来，跟他们谈解释一下，所以前小孩那么健康，现在他这么有病，如果再试看看给他们吃素，不会伤害什么样嘛？就试看看，叫他们先试看看，给小孩一个机会。讲话都很
很逻辑很善良很诚信的话，他们就会试看看了，以后小孩子受了有健康以后，他们就会相信了。很难啊，很难，整个世界都习惯难改嘛。他们不是不爱小孩，他们就是认为这样对，就没有试看看另外一个方法。我们人多数都很固执，认为这样就好了，就不用试看看，我什么都试看看，我不好再说嘛。有人说跑步的时候不能管别人摔跤没有，要不要去扶他呢？这样会影响自己前进的。有时我会感到困扰，帮助别人与介于别人的因果不太好区别。要帮助人就帮嘛，用爱心帮助人是对的，不用管那么多。我的工作是帮人理发的，如果印心之后还帮吃荤的人，会不会影响修行呢？他帮什么做什么？他的工作是帮人家理发的，就是剪头发。那剪头发跟吃素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印了心之后呢，还帮助吃荤的人剪头发，这样会不会影响修行？哎呀，这么神圣的一个人，连头发不能摸了啊？那我也不敢上飞机了啊！要做了，继续做你的工作，不要批评别人吃荤不吃荤，你自己改自己就够。人家自己有权利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OK， 继续做你的工作，赚好的钱，跟你钱一样，自己默默修行就好。未印心，但对师父很诚心，师父能帮助我们解脱吗？如果印心后业障重，往生时师父能帮助解脱吗？是否一定要超三界才能解脱呢？都能帮助，没关系。当然超三界才永久解脱，在三界以内就还会再来。因为每一个人的智慧不一样，那大家虽然一起修行打坐，会不会每个人看到内在的佛，会否每人看到内在的佛自己都不一样呢？而且怎么样才可以尽快提升呢？一样，都一样，就是我们专心的程度不一样，要看到境界不一样而已。比方说你一样读书，你们读书一样的一个同伴嘛，不过你专心多读书的话，你的那个点比较高，那你不专心的话就比较低。就一样的同伴，一样的老师，一样的一个class 怎么讲，一个水伴，一样智慧不是不一样，每个人智慧都一样，就是我们专心的程度不一样。请问师父，我很爱说话怎么办呢？虽然有心要改变，可是很困难，请师父帮忙我找到一种方法，不要说那么多话。那你就不要说嘛，啊 ？OK， 有办法。如果要说好的话是没关系啊，你找一个比较喜欢多听啊，就很好啦。因为有一些人他默默无言嘛，他喜欢听别人讲话啊就好了。然后你找一些地方工作的需要多讲话的人，那你就用这个才华出来。然后如果你不想讲话的时候，你就用别的方法，比方说用什么东西提醒自己啊，用一个念珠什么的，每次要说话出来就在那边念，给人家认为你修行很好，也更方便。台湾和中国的夙愿能化解吗？可不可以用爱的方法来化解？用爱的什么都能化解，不过有时候需要时间。用爱的什么都会化解，爱心是最好，仇恨是不好，争吵从来不会好的。我们自古以来到现在啊，大家打仗那么多事，争吵那么多事，当王然后当姐，那通通都也是死了嘛，也是伤害很多自己。所以只有爱啊，只有原谅，只有同一体才能够永久，才能够和平。我很早之前就知道自己有很多的缺点，例如比
很爱生气，比较消极，但自己却改不了，就越想责怪自己，心里爱家人，但又控制不住向他们发火，伤害到他们。我该怎么样才能改变自己呢？开悟，打坐，心会静下来。在生活中、工作中追求完美好不好？好不好？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你为我们消了消业障而劳累？假如有一天你离我们而去，那会有人代替您帮助我们未开悟的人解脱吗？会，生生世世会有人做我这种的工作，不过现在我在嘛，赶快找机会啊！等一下不晓得那个人会不会到你身边。我为你们劳累，因为你是我嘛，我们同一体呀，我们是同样的同志们的。比方说我自己饿，我会不会找东西给自己吃啊？会吗？会，那当然一样啊。你们痛苦，我也觉得痛苦啊，因为我们本来是同一体的，就是为身体隔开而已。不过我们修行了以后，这个身体隔不了我们的开，所以你们的痛苦，我会觉得自己跟道哥一样，所以想办法治疗嘛，啊？没什么，是你自己爱什么人，你就找想办法帮助他。我们修行了以后，什么人都爱啊，就这样子，没什么劳累了 ，OK。没有问题了，师父。没有问题，就太好了，问题了 ，OK。我们这边有很多花，很多水果，很多饼干、糖果，大家帮我处理好不好？一人拿一点点。我们大家起立，谢谢师父。我有起立的。OK， 我祝福大家最好的、最快乐的、最平安的、最早找到自己的伟大的本性。两位再见。